金鹅金鹅身的涌簇下，众人轮流捧起白沙屯妈祖神尊，从简便的四人拦轿换到更华丽的八人轿。一路同轿共乘的后龙山边妈祖也换成自己的神轿，准备各自回庙。感谢圣母的庇佑。26号上午8:20，白沙屯进香队伍抵达苗栗通霄秋茂园，在这剩下的最后一里路进行换轿仪式。这个乐高跟他一起回来，跟着来一起看他怎么换轿这样。看到妈祖很高兴。很兴奋。为了一睹妈祖庐山真面目，超过180,000名香灯脚挤爆空地，万头攒动，场面相当震撼。在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抢头香的仪式。那白沙屯的抢头香，它其实并没有所谓抢的这样子一个动作等于是拜头香哦。下午2点多，队伍抵达庙前，信徒自动让道，鸣炮恭迎女神回家。即使遇到最后冲刺，一路冲，赶准时间2:35准时进到阵殿。万人齐呼进偶，高捧白沙屯妈祖金身，在信徒夹道恭迎下，妈祖进入神龛安座。白沙屯妈祖9天8夜进香，来回约400公里，超过180,000名香灯脚，顺利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徒步长征。这一路虽然汗流浃背，但不少信徒纷纷和女神相约明年再见。民视新闻王春秋、春昌苗栗报道。